永和九年，岁在癸丑。暮春之初，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，休憩事也。群贤毕至，少长咸集。此地有崇山峻岭，茂林修竹，又有清流急湍，映带左右。引以为流觞曲水，列作其词。虽无丝竹管弦之盛，一觞一咏，亦足以畅叙幽情。是日也，天朗气清，惠风和畅。仰观宇宙之大，俯察品类之盛，所以游目骋怀，足以及视听之娱，信可乐也。夫人之相与，俯仰一世，或取诸怀抱，勿言一世之内，或因寄所托，放浪形骸之外。虽去舍万殊，境造不同，当其心与所欲，暂得于己，快然自足，曾不知老之将至。及其所知既倦，情随事迁，感慨系之矣。向之所欣，俯仰之间，以为沉寂，犹不能不以之心怀。况修短随化，终期于尽。古人云，死生亦大矣，岂不痛哉？每览昔人兴感之由，若何一气，未尝不临文嗟悼，不能喻之于怀。不知一死生为虚诞，其蓬殇为妄作。后之视今，亦犹今之视昔。悲夫！故列叙时人，录其所述，虽是书是意，所以兴怀，其志一也。后之览者，已将有。